下面我们介绍一下食用电路，这是一个美的电饭煲的电源电路。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电源供电部分，交流220伏电源给它供电。在供电电路当中，这个 FU 这个元器件呢是保险丝，它是进行过流保护的。经过这保险丝以后，220伏电压就加到电热盘，实际上就是加热器的这个一端。那么加热器的另一端呢，经过一个开关，然后接到220伏的另一端。这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开关一接通，220伏就会将电压加到电热盘上，这是一个就是加热器，那么加热器就会工作。所以是用人工方式控制这个开关，还是由微处理器控制的这个开关，那就是两种方式了。美的的这种电饭煲呢，是由微处理器来控制的。一会儿呢，我们看一下它的控制电路。这里面有一个热敏电阻，这还有一个滤波电容。经过这个电路之后呢，220伏电压加到一个变压器的初级上，经过变压器降压以后，将低压的这个交流电压呢，经过桥式整流堆，就是由4个二极管组成的一个桥式整流堆，把这个交流电压变成支流电压。我们看这个，这是一个输出的支流电压，这个支流电压呢大约是12伏，12伏经过一个三端稳压器，就是7805，这个7805的这个尾数呢是输出电压，就是它输出是正5伏的电压，加到这个四角，这个是这个四角呢，实际上是给微处理器供电的引线端。那么所以呢，这个三端稳压器 IC1 呢，实际上是给微处理器供电的稳压电路。那么下边呢，这有两个这个热敏电阻，是检测电饭煲各个部位温度的，尤其是检测它的这个锅底温度，将温度变化的信号变成电压信号，从这个一角和二角也送给微处理器。这个微处理器的控制信号是由三角送来的，就是当进行煮饭的时候，由微处理器送来一个高电平的这个信号，经过一个限流电阻，然后将控制信号加到这个 VT1 晶体管的基极。那么这个晶体管如果有高电平信号送过来，它就会导通。那么它一导通呢，这个地方的12伏直流电就会流过这个 K， 然后经过这个晶体管导通。那么这个 K 呢，就是继电器绕阻，就是继电器的绕阻流过电流，那么继电器的开关就会受继电器的控制。那么它所控制的开关在什么部位呢？我们看它所控制的开关就是这个部位，就是这个开关。这个开关就是由这个 K 来控制的，所以微处理器送来一个高电平的信号，继电器一动作，这个开关就闭合，那么就开始吹饭。
那么如果是饭熟了之后，温度传感器给微处理器一个这个温度信号之后，那么微处理器呢就会切断继电器的控制信号，那么继电器呢就会将这个开关断开，电热盘呢就是断电停止工作，就是饭做熟了，这样它就能够啊进行自动的工作。下面呢我们就介绍一下微处理器电路。刚才我们介绍了它的这个供电和温度检测等部分，这个 IC2 呢就是微处理器集成电路，它的这个引脚是28个引脚，双列直插式的。刚才那个电路相连是通过有一个插件接口12341235。那么我们刚才看到了，就是微处理器它在接收到人工指令进行煮饭的时候，是由26角产生一个高电平，这个送到这个3角，这个3角呢就是对这个继电器进行控制的信号。3角输出的高电平就能使继电器工作，煮饭的这个加热器开始供电。那么3角如果变成低电平，就是断电了，就是继电器呢停止工作，那么煮饭呢停止。所以这个3角呢是微处理器的控制端，1角和2角是外接的，就是通过这个1角和2角外面的接的温度传感器，它的温度信息通过这2个角分别送到微处理器的4角和5角。这2个角就是当这个饭熟了之后，它是微处理器呢检测到这2个角的这个温度就是达到了饭熟的那种状态了，就会根据微处理器的内部程序26角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这样就是完成了一个煮饭的过程。但是微处理器的工作它需要这个很多的条件，比如就是说电源供电，这个28角正5伏电源供电，另外呢就是复位信号27角的复位信号。电源供电和复位信号来了之后，微处理器才能开始工作。开始工作呢，首先是1角和2角外接的晶体振荡器呢首先开始振荡，为微处理器提供时钟脉冲，这时候微处理器才能正式的进入工作状态。时钟脉冲呢通常是正弦讯号，这个讯号呢如果检测1角的话会有这样的波形，就是说它是一个4兆的正弦波。这个讯号到了微处理器的内部进行整形和分频，变成呢微处理器所需要的时钟脉冲，使微处理器呢按照这个时钟脉冲的拍节进行工作。所以这如果没有这个讯号，微处理器呢就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往往呢判别微处理器是不是能正常工作，需要检测它的就是晶振讯号。所以这是一般微处理器呢都有这样一个这个时钟脉冲信号产生器。这些部位呢微处理器的这些部位，这是就是人工指令输入开关，就是
分别呢接在这个六七八九十这些引脚上头。比如这个开关是定时操作的这个正向操作开关，这个定时的这个负向操作开关，就是时间进行加减控制的。这个开关呢就是启动，这是关闭，这个下面呢是功能选择。那么这些开关呢，不同的电饭煲它这个功能设置的开关数量这个和功能呢以及微处理器的引脚呢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开关的这个功能呢都有，它属于呢就是人工信息的输入通道，就是说这些个引脚是微处理器的人工信息输入通道。微处理器的另一个通道呢就是输出通道，输出通道呢这些输出通道是输出工作状态的显示信号，就是外面接有很多的发光二极管，这个它的工作状态通过发光二极管显示出来。这个比如当我们启动开关按动以后，那么启动显示有启动二极管的这个发光，那么还有工作状态的，就是你比如说这个是时间的一个小时，这是两个小时，那么这样呢就是煮饭时间设定的这个显示。所以通过那个面板上的文字和发光二极管的显示可以配合起来呢，就可以了解电饭煲处在什么样的工作状态。那么比如像这边快煮，就是说操作这个人工指令键使这个灯发光，微处理器呢就可以处在快煮的状态。那么就是说在电饭煲内呢还设有一些检测，就是检测的时候是目前开机以后锅内是处于冷饭状态，这是它会发光显示。那么还有呢就是在锅底呢设有米量检测的这个装置和传感器，就是说是小米量的还是大米量的，那么它可以进行检测，通过检测以后呢它可以自动设置工作状态。这样呢就是为使这些细节呢都不必人工干预，它可以自动根据米量的情况进行呢煮饭控制。所以呢采用微处理器能够实现定时控制和自动煮饭控制，以及呢进行保温控制，或者是发生故障的时候的自动保护控制。下面我们介绍一下爱德电饭煲的控制电路。爱德的电饭煲的控制电路它有数码显示功能，就是看起来呢比较醒目。主电路呢比较简单，我们看一下下面呢这是它的加热器，交流220伏呢就是通过这个挑线，然后呢这里有一个由继电器控制的开关，就是继电器的触点，然后呢送到加热器的一端，另一端呢是接到220伏的另一端，就是交流220伏电压经过这个线路呢给加热器供电。那么在加热器电路当中呢
只要是控制这个继电器的动作，就能够实现对加热器的控制。当进行吹饭的时候，人工指令送给微处理器，微处理器呢通过对这个晶体管的控制来控制这个开关。这个晶体管呢，它的电源供电是12伏，12伏接到这个继电器的扰组上，这个 K 这个方框呢表示继电器的扰组，经过扰组以后接到晶体管的继电极，然后晶体管的发射极呢是接地的。这样就是如果是这个晶体管的积极有一个高电平，它就会导通，它一导通呢，这个继电器就会有电流流过，继电器有电流流过，这个触点就会闭合，这个继电器如果断电，这个开关呢就会自动断开。所以呢，接通这个开关就会进行吹饭，切断这个开关就吹饭完成，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但是这个动作的执行是由微处理器要根据煮饭过程当中的温度变化、锅底的温度等等呢进行自动检测和自动控制的。所以它的这一部分供电的这部分十分简单，但是控制电路呢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下面呢我们看一下微处理器和它的这个控制电路。首先我们看刚才控制继电器的就是微处理器的这个四角，它输出高电平呢就会控制晶体管这个 VT3 呢控制继电器，这个二极管在这里头起保护作用。这个保护作用是由于这个继电器这是一个线圈，这个晶体管在接纸的时候，由于这它的负载是线圈，所以在这点上由于电感性的元件呢，它会产生一个反向的冲击脉冲。那么如果这个反向冲击脉冲呢过大呢，就会对这个驱动晶体管的继电接呢造成损害，有可能呢将它给击穿，这个烧断。所以这地方设一个保护二极管，就是如果这个地方有这个反向脉冲的时候，由这个二极管吸收，就是二极管它可以通过这个二极管导通以后流到电源里边去，而不会呢冲击下面这个晶体管。所以如果这个二极管如果损坏的话必须更换，如果不更换这个二极管，这个晶体管就会很容易损坏。这就是微处理器的这个主电路。主电路这个部分呢，上面这一部分呢就是39、38角是外接石英晶体，是产生时钟脉冲的。这是上面呢我们介绍这个美的的这个微处理器电路的时候也介绍过了。微处理器的这一端输出的是数码显示的驱动信号，就是通过数码显示可以显示时间，这个显示煮饭的起始时间、结束时间以及呢现在的时间等等。这个数码型的液晶显示器直接由微处理器驱动，所以呢在微处理器内部呢设有一套逻辑驱动电路。逻辑驱动电路呢可以直接呢这个外接数码显示的这个液晶显示器，安装比较方便，调整也比较方便。
在这一端呢设有人工指令输入键，就是功能输入键，它是通过这一组开关，这一组开关呢就是因为五伏经过一个电阻和这些个电阻呢跟着开关构成一个分压电路，分压电路的上面这个电阻是固定的 10K， 那么下面这些电阻每一个键上的电阻它都是不相同的，所以按不同的按键36角输入的电压是不同的，经过36角内部的 AD 变换器，它就可以通过输入电压不同来识别是哪个按键被操作了，那么根据内部的数据呢它就可以确认是要执行什么样的功能。这是这个微处理器的又一个特点和这个美的那个电路呢不同的地方。这边呢就是微处理器的五伏经过一个晶体管，那么加到一角，这个一角是由这个晶体管发射器送来的，它是一个 PNP 型的晶体管，主要是目的是给微处理器提供复位的脉冲，就是复位脉冲呢它的功能是使 IC2 这个微处理器的内部程序复位用的，电源供电是由34角，它是由专门的这个微处理器供电电路提供的，这个微处理器的供电电路前面我们也介绍过，它的不同的机型这个微处理器供电电路的结构是相同的，就是一般都是由整流以后进行这个稳压，给微处理器提供稳定的五伏电压。上面这部分呢是微处理器的电源供电电路，我们看这里交流220伏的插头，这个是就是三头的呢，其中有一个是接地的，所以这两端就是 A、B 两端是220伏，经过降压变压器变成交流10伏，交流10伏经过敲式整流堆整流以后变成这个14伏直流，这个14伏的直流呢送到 IC1 的一角， IC1 呢是 LM7805， 它是一个集成式的三端稳压器，这一端呢输入14伏，这端呢输出正5伏，这两个电容都是进行滤波和稳压的，使5伏能够得到精度比较高的稳定度。这个敲式整流堆在这里头呢，它整流输出到这里头呢一般根据理论计算呢可以得到14伏的电压，但是一般呢它会有一定的这个压降，另外呢就是这地方接有电容稳定以后呢它的可以稳到这个12伏，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经过这两个电容稳压以后可以讲这一点稳定到12伏，
12伏可以作为继电器的控制电压，所以可以送到刚才我们介绍的继电器的电路。那么这个地方呢是供给微处理器，所以这两个电12伏呢要求的稳定度不是太高，而5伏呢要求稳定度比较高，所以这一点呢是需要注意的。那么检测，如果检测的是这个交流输入部分，检测变压器的输入端这个地方应该是交流220伏，如果是检查交流变压器的输出端这个地方呢应该是10伏左右。这里呢万用表可以检查这个三端稳压器的输出，三端稳压器的输出应该是正5伏，就是正5伏的稳定性要比较准，不能够偏离过大。这个比如它会如果低于4.7伏或高于5.3伏呢都会呢对微处理器的工作造成影响，所以这个微处理器如果工作失常的话可以检测一下这个5伏的电压的稳定性是不是准确。下面我们介绍一下万宝电饭煲的这个故障检测的要点。首先我们看一下它的主要电路的结构，大家可以参见那个随盘带的电路图。我们首先看一下主电源供电电路，这是一个这个200瓦的加热器，它的这两端呢是交流220伏的供电线。在这个供电线路上我们看这是一个受继电器控制的触点，那么这个触点接通加热器就开始工作，那么继电器呢这个断开加热器停止工作。继电器呢是受微处理器控制的，那么这个它的控制是由晶体管进行控制的。看 VT5 就是加热器驱动信号从微处理器送过来加到 VT5 的机极， VT5 导通，那么继电器呢就工作，加热器也就进行工作，所以这个 VT5 呢是一个继电器驱动电路，也属于呢就是微处理器的接口电路，因为微处理器输出的信号不能直接驱动继电器，驱动继电器需要有一定的功率或者说需要有一定的电流，因为微处理器不能输出啊比较大的电流，所以呢微处理器的外面必须要有接口电路。那么这个万宝的这个呢它是三角输出继电器驱动信号，这个微处理器呢它也是5角到11角输出显示驱动信号，显示驱动信号这有一个就是专门的这个方形显示器，这个方形显示器呢可以进行多功能的显示，所以微处理器的这些引脚是显示控制端，上面这两根引线呢是显示器的电源供电端，那么它的显示内容可以在这个平面型的显示器上来显示微处理器的工作状态，也就是电饭煲的工作状态和这个一些个包括
这个泛熟了或者是保护的这些个状态。这种显示电路是和微处理器配合的，就是它直接和微处理器的引脚焊在一起就可以了，不需要其他的电路。这种电饭煲呢，设有在这地方设有就是水位检测电路，就是锅里面的这个水的水量和水的位置，它的检测信号呢送到这里，就是将水位的这个传感器变成电压加到这里头，就是水位不同，这个地方呢就会有一个电压不同接到这个晶体管上，这个晶体管呢就会根据水位的状态输出一个信号，就是水位的这个信息，这个信息送给微处理器，这个信息送给微处理器，微处理器就可以判别电饭锅当中的这个水的位置，通过这个水位呢可以对电饭煲进行啊加热控制。微处理器的其他的功能呢和上面我们介绍的是基本上相同，就是这里头呢就是专门设了一个启停键，这个启停键就是给12角一个接地信号，就是这一点一接通呢，这一点呢就接地了，这是按一下就是开始，再按一下停止，所以它的这个设置在这里头呢专门设置一个引脚作为启停信号输入端进行那个这个控制，比较使这个微处理器的这个控制比较简单。其他部分呢都是和前面我们介绍的微处理器的工作原理和结构呢大致相同，大家可以呢看一下 C盘带的这个电路图。下面我们介绍一下小鸭牌的电饭煲它的电路结构。这是小鸭电饭煲的这个主电源供电电路，交流220伏从这里加入，然后呢将交流220伏通过这个开关加到电饭煲的加热器上，加热器的另一端呢是220伏的另一条线经过一个行程开关，这个是一个手动开关，然后再经过一个保险丝加到加热器的另一端。如果加热器两端有220伏电压，它就开始工作对这个锅体进行加热。那么它的这个开始加热有两个条件，一个是呢这个K1-1这个开关接通的时候，上面的220伏电压才能够通过加到加热器的上端。再一个条件呢，就是这里有一个开关必须闭合，220伏的这一条线通过保险丝加到加热器的下一端，这样呢加热器才能开始工作进行吹饭。那么这里面呢下的这个开关是用户操作的开关，就是在吹饭的时候按一下就可以了。那么另外这个开关呢，这个是由继电器控制的开关，它是人工操作以后这个由继电器进行控制，
那么继电器呢由微处理器进行控制，这样呢才能够在微处理器的控制下进行吹饭，饭熟之后呢由微处理器控制将这个开关切断，那么使它处于等待状态，就是饭就做熟了。这是呢这个吹饭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微处理器的工作是需要正5伏的电源，所以呢交流220伏还必须呢通过一个微处理器的供电电路为这个产生正5伏的电压来供电。220伏呢首先是经过这个变压器，这个变压器呢是一个降压变压器。下边我们看一下微处理器的供电电路，交流220伏加到这个变压器的初级，变压器的次级呢输出这个10伏左右，就是它将220伏呢降压，降压以后经过桥式整流电路变成呢直流电压，然后呢直流电压经过整流以后就变成了正12伏，正12伏经过一个再经过一个整流二极管和一个滤波电容，然后呢再经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提供一个就是直流电压，这个地方的直流电压就是5.2伏的直流电压，它可以呢为微处理器供电。这个稳压的值是由 VD7 这个稳压二极管来完成的，稳压值呢是 5.2伏，所以经过一个电阻经过一个二极管这地方呢就可以输出一个 5.2伏的电压。这是呢就是给微处理器供电的电路。这个电路上面这个电路呢就是吹饭控制的继电器和驱动电路，这个驱动电路就是 VT9014 这个晶体管，它的积极受微处理器的控制，微处理器发来高电平的控制信号加到这个晶体管的积极的时候，这个晶体管导通继电器 K1 的扰阻就会有电流，那么 K1 动作呢就会给加热器的这个开关提供一个导通的信号，就是使继电器的触点接通就为加热器提供220伏的电压，就是前面我们介绍的一受这个继电器控制的触点就能闭合，如果这个地方呢来低电平，那么这个晶体管就是9014这个晶体管接止继电器 K1 断电，